我们的身体呢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的性能呢、功能呢，是由基因的程序决定的。那么基因的程序呢是生命文字啊，就是 ATGC 四种碱基排列所形成的生命语言编程的生命程序。叫 sequence 是吧？那么文字是不能自己存在的，是必须有个缔造者。文字不是可以自己进化产生的，是吧？文字必须得有一个设计者、缔造者。看我们的，只要看我们的遗传基因，我们就知道进化是行不通的。那么是。创造的是吧？那么文字呢，要传递一种信息，信息呢，这说明我们的身体啊，我们人体啊，不光是臭皮囊一堆肉啊，我们是宇宙的信息的体现是吧？那么文字不同，传达的信息也就不同啊。我们身体内镌刻的这个信息啊，就是宇宙的信息，就是创造宇宙的生命创造主的信息，是吧？所以碱基排列这个形成的这个生命文字呢，对信息做反应，无时无刻的做反应，是吧？我们称之为感动。所以大家懂了这个道理啊，对你们将来的人生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解，在你们内心当中啊，怀有怎样的心怀意念啊，你们的基因呢就会做怎样的反馈。是吧？你们的基因信息呢，会做互动的反应。那么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医学界认为称之为成人病的那些疾病啊，你比方说糖尿啊、高血压、动脉硬化、肥胖、癌症，像这类疾病啊，都是困扰人类的重要的疾病，是吧？那么这些疾病呢，我们医学界不再把这些疾病称之为成人病了，为什么？因为成人病这个概念呢，得到年龄四五十岁、50岁初期才会得的一种和人的这个衰老有关系的疾病，是吧？但是现在不同了，20郎当甚至十几岁的青少年也有得中风的，是吧？20岁的年纪轻轻就得乳腺癌，这样的病例越来越多，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成人了这些疾病，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呢，我和我们这些医生呢，不能把这些疾病再冠以成人病这个名称了，是吧？因为现实已经变了，所以这个名称在医学界里已经退出了舞台。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习惯病，冠以一个新的名称。那么。这些所有的疾病啊，归根结底都是由于遗传基因的变异引起的。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下，看一看这个基因图谱啊，而人类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基因图谱。人类已经破译了基因图谱，是吧？这是人类的这个基因图谱。染色体，人体有二十三个染色体。那么给这个23个染色体呢，按照这个密码长短，就各自大小，给它编了个序号。1号染色体最长，2号次之，3号垂之。然后这样一个一个排下来，这个信息的密码条码越来越短，是吧？4、3、14、18号已经非常短小了，22号已经非常矮小了，是吧？那么 XY 这是性染色体是吧？所以一共人体内有23个染色体。那么你们看，胰腺癌为什么会导致胰腺癌呢？就是18号染色体的这一段密码程序发生了碱基序列发生了变异，所以就呈现出胰腺癌这种病症。
那么乳腺癌呢，是17号染色体的这一段基因，碱基序列发生了变异，是吧？就呈现出乳腺癌的这种病程，白血病，还有癫痫、糖尿病、肥胖，所有的疾病都能在遗传基因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对号入座，是吧？都是由于细胞发生变异。那么细胞为什么能够发生变异呢？正是因为细胞里面已经承载的这个基因发生了变质，是吧？那么归根结底，万病归源，归根结底，万病都是由于基因发生了什么变异。那么糖尿，还有肺癌，是吧？再看动脉硬化。所以大家能叫得出名的所有的疾病啊，都能在基因里头找到它的适当的位置，都是在这个相应的位置，基因发生了变质。比如说老年痴呆症、绿内障、前列腺癌、大肠癌，是吧？很多病都包括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例外，都是由于基因发生变异引起的。过去我们称之为成人病，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基因就更易于变质，是吧？但是现在呢，年龄还没有衰老，但是基因却发生了变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已经糟的不能再糟了，是吧？生活习惯变得一塌糊涂，那么不用生活时间太长，不用年龄太大自己基因就可以发生变质了，是吧？20、30岁基因就发生变质，所以说30郎当就已经得癌症。所以生活习惯变坏了意味着什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吧？今天早上听的课，你们想想是什么没有建构起来？就是生命的基础设施没有建构起来，是吧？就是你没有做这个过新起点的生活，营养不够，是吧？营养不够，不做运动，不喝水，空气污染，阳光不节制，是吧？不休息，这一切的生活模式都与新起点生活原则相违背，是吧？所以现在我们韩国是可能是全世界20岁得癌症发病率、癌症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就是高考，是吧？从这个凌晨开始到晚上，孩子们披星戴月的学习，孩子们有什么休息？他们成天坐在课桌前面，围着书本转。会有什么运动，是吧？他们的生命啊，在这个基础生命的基础设施已经被糟蹋的已经不像样子了。所以呢，即便有生命的气息，但是这个生命的基础设施没有具备，那么豆子再好的一个种子，它只能成为豆芽，它不能发成豆子，是吧？所以说，即便我们身体呢已经有的这个基因的这个生命程序，也不能被激活。所以大家看。我给大家看，我们身体有这样的癌细胞，是吧？这个 T 淋巴这个癌细胞呢，生产一种杀死癌细胞的物质。这个物质为什么不启动呢？不能被激活呢？基因分明有这道程序，但是为什么不能被激活？因为生命的基础设施没有被建构起来。所以也说新起点生命运动是这样的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的生活习惯是这样的重要，是吧？比如说一个人得了抑郁症，那么得抑郁症意味着什么就是他脑子里面身体里面什么物质不能正常生产呢？就是让他感到幸福的物质，比如说 endorphin 还有 serotonin 这样的物质，还有 dopamine这样的物质不能正常产生，那么他就感受不到喜悦，成天感到不安、郁闷，睡眠也不好。那么 melatonin 分泌不好的话，当然就无法入睡。这些基因呢，生产这些幸福物质的基因呢，不能正常运作，是吧？自然呢，这些人呢就会变得
就变得需要外部的刺激，像香烟呐、然后又通过尼古丁啊来刺激自己的大脑，是你是不是抽烟？没关系啊，这也是选择的自由啊，握个手。不要太感到难堪，是吧？有抑郁症是吧？那么抑郁症说明 serotonin endorphin 分泌的不多，但是尼古丁一旦进入我们的体内以后呢，就会刺激我们的细胞，然后生产出在非常状态下生产出一些 serotonin 和 endorphin。那不安的时候就会更加吸烟，吸了烟以后就稍微感到有一点平安，是吧？你感到不安，就说明你的身体里 serotonin 分泌的不够，因为我们本能的要寻求平安，所以呢就会吸烟，通过这种外在的刺激，靠尼古丁来生产出 serotonin。其实我身体需要的不是香烟，而是需要的是什么 serotonin。但是我们错以为我们是需要香烟，真正让我们感到平安的不是香烟，而是 serotonin。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香烟，而是 serotonin， 是吧？只有当我们感悟真理、明白真理的时候，真理会让我们身体整个身体按照真理的信息去运作，这样会发生出产生这个 serotonin， 是吧？比如说说爱一个人被爱或者爱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触电了，是吧？你的身体的endorphin 也来了。所以爱是一个伟大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爱是生命气息的本质，是吧？是让我们的基因能够被激活，全靠这个爱的力量。所以说爱是生命的本质啊，你们要信赖它，你们要相信它，这样才能有找到解开问题的这个突破口。过去呢，我曾经在这个精神病院呢实习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有一个妇女呢，患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那么得了抑郁症以后既没有喜悦，也没有平安，也有时又加上失眠，这样的话就茶不思饭不想，没有食欲，人就变得就非常憔悴。那么我们想吃什么东西有食欲，这也是有这个 NPY 的这种物质产生，我们才会有食欲。所以我们的身体非常这个精密的，是吧？是一个自主的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组织，不是靠我们的意志能够主宰的，是吧？所以茶不思饭不想，那么只能等死。所以精神病院的这个大夫就说，怎么治疗他呢？那么给他电疗吧。然后就给他电疗，然后给他绑在病床上，然后放上电极，然后这个提升电压患者这样抽搐，然后进入昏睡状态，然后四五个小时以后熟睡四五个小时以后醒来以后呢，跟正常人一样判若两人想吃东西了。那么我就说我就觉得很新奇，是吧？判若两人，刚才一点食欲都没有，经过电疗以后呢就想吃东西了。为什么得抑郁症呢？这个女的她这个婆婆是非常刁蛮的这个媳妇呢只剩两个女儿，现在没这样事情了。在我读书的时候，1960年那个时候还是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40年前的事儿了。只生了两个女儿，所以就跟儿子说再娶二房吧让他娶二房。这个儿子是成问题他说那好啊，好主意。喜新厌旧，是吧？所以这个小妇人呢，这个妇人呢就心里窝一股火，是吧？然后上火，心里有怀恨在心了，就没有真善美了，没有爱了，生命的气息被阻隔了，所以这种心怀怨恨，是吧？就不会有真善美，就不会有生命的气息，慢慢生命就萎缩了，枯萎了。所以说让我们感到幸福的 endorphin, serotonin, dopamine, melatonin 这样的物质根本都无法在我们体内生产出来
归根结底道理是很简单的，是吧？所以说，心中的这个火啊，这个怨恨呢，一定要解消，说及时解消。怎么解消？就靠宽恕。所以孔子说：“吾道恕也”，是吧？宽恕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才是救自己、救人的道路。怎么才能饶恕？得理解，己所欲不施，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吧？只有在这样理解的时候啊，这些怨恨消失了，就不怨天、不尤人了，这样我们的基因就会正常的启动。所以这个妇人呢，对丈夫的这个怨恨，对婆婆的怨恨，对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妈妈说：“你已经是老张家的鬼了，老张家的人，出家外人，那这不关我们的事儿了。”过去是这么想的。那么你自己事你自己掂量着办。觉得自己的母亲也是怨自己的母亲，都恨都怨，是吧？都怨都恨的话，那真就没救了，只能就是在这个抑郁症的泥潭里挣扎。那么什么能拯救他？只有爱，是吧？只有爱，当他感受到真正的爱的时候，他的基因才能被激活。那么没有这个爱，那么 serotonin 就产生不了，那么只能靠这些强制的办法、非常措施，抽烟、吸烟。你们就想让非常想抽烟，靠这种非常的手段来救济自己，是吧？这不是自然的道路。然后你抽烟，然后就又挨骂啊，这样的话又受刺激啊，这样的话就变得一塌糊涂了。所以大家都理解了以后，了解我自己以后啊，怪不得我现在未来想抽烟，怪不得想喝酒。怪不得行为这么古怪，大家充分的理解了这个理儿以后，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的孩子们也曾经抽过烟，抽烟、喝酒，甚至吸毒，是吧？为什么？你说他们的老爸啊，哪天突然好好的工作不辞掉了，是吧？然后去信上帝。去搞什么新起点，那奔驰也卖了，豪宅也卖了，成天开一个二手车，孩子们觉得很丢脸，是吧？他们心里有一窝着一股气，所以他们的孩子他妈也离我而去了，是吧？所以这些孩子们基本上从母亲那里得不到爱，从父亲那里也得不到关怀，这样孩子们就会走偏的。他们身体里头不会有 endorphin， 不会有 serotonin 产生，自然就会找一些刺激，是吧？为了生存嘛，就得找一些非常措施，抽烟喝酒。如果不懂这个道理的话，我会就是你敢抽烟啊，就会用暴力的手段，那么事情就弄得更解不开了，是吧？这样的话就是恶性循环。我并不是劝大家吸烟，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为什么想吸烟，明白这个道理，是吧？我儿子抽烟呢，原因呢，在我也有责任，是吧？我们得首肯这个事实，是吧？这样问题才能有解决的这个可能，是吧？讲到这儿，大家心情豁然开朗了吧？开朗了吧？大家又懂了这个道理。原来这样。这样才导致我身体的变化的。这个妇人呢，吃完饭以后呢，突然上我这来说，我们打一盘乒乓球好不好？这个妇女完全变了。那么通过这个电击治疗啊，他们正常状态下不能产生的这个 serotonin、endorphin 这些让他感到幸福的物质，让他感到正常的物质啊，在电的强烈的刺激下开始产生了，是吧？所以最近呢，科学家们呢又找到了另一种这个治疗抑郁症的方法。因为电疗啊刺激太大，是吧？Minds and magnets， 就是说
就是电疗啊，刺激太大，所以他就打了磁疗，是吧？磁疗的方式，所以这个妇女啊，大概这个经过电疗以后啊，一个星期啊，能够生活的比较正常，因为在这个强烈的电压的刺激下，生产出各种使她能够正常生活的这些幸福物质。4、5天以后，这个基因再恢复，再回到这个休眠状态。人就打蔫了，人又开始打蔫了，所以是再电击，又是一个一时的这个刺激，这样反反复复，归根结底还是恶性循环，最后电击也不奏效了，因为电疗如果接受太多的话，那么脑细胞都要会死掉的，是吧？所以就会得这个记忆丧失症，最后这个电疗也不会奏效。所以这个妇女呢，再给她药物、再电疗也没有用，所以医院也束手无策。这个妇女啊，从抑郁症里能够解脱出来的方法是什么？电疗也不好用，那么这只是非常措施、一时的措施，是吧？那么让她永远从这个抑郁症里解脱出来的方法是什么？到了这个途径是什么？她的丈夫来找她，对她说什么？对他说："哎呀，老婆，我对不起你啊！我再也不娶二房了，我只爱你一个人，我的一生只爱你，这个世界只爱你一个人啊！除了你以外，我还能爱谁？基因就一下就被激活了，是吧？爱，是吧？生命对爱做反馈。"都是爱闹腾的，是吧？没有爱也不行，爱的不好也不行，所以结果，生命就是生命气息，生命气息的本质就是性爱旺，真善美。所以大家要明白真理，晓得真理，要知道，是吧？所以爱的这个强大的电流啊，爱的能量啊，大家要通过它来让你们的生命得到振奋。所以你们脑子里、心里啊，又有一个浪漫的回忆、爱的回忆，是吧？那个时候，哎呦，真的幸福得不得了。尽管那是遥远的过去的事情，但是每次想起它，都能让你感到一种幸福和满足，是吧？也有这种爱的回忆、浪漫的回忆，是吧？我们过去是那样的相爱，是吧？是那样的美好，这些爱的回忆是非常重要的。不经过电疗，你们只要想起这一段爱的往事，就会有一种电流涌遍全身，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讲座，多为自己积蓄一些美好的回忆。如果没有这样美好的回忆，美好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平淡，庸庸碌碌，是吧？这样的话，人就变得什么？所谓的基因就长时间在休眠状态，因为他感觉不到真善美，所以我们的感情呢就越来越麻木不仁，是吧？变得非常平庸，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无所谓，那么该笑的时候也不笑，喜怒哀乐不重叠。那么最近呢，科学家们用这个电击太刺激太强，所以用这个磁场治疗做科学家做了一项实验，就是对那些患抑郁症的患者用磁疗来代替什么？代替这个电击治疗，是吧？那么其结果实验的结果呢，就是这样，就是用这个在患者的脑部啊，就放上一个这个磁疗机，然后这个磁疗机呢发射强大的磁场，这个电磁波，是吧？然后可以透过头皮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形成一种非常强大的磁场。
它会产生一种非常大的磁力，在这种磁场的影响下，可以渗透到这个磁力啊，可以渗透到头的大脑的1公分的深度，是吧？这样的话，这个脑神经啊就会得到刺激，是吧？所以这些这个电磁波呢，就会刺激脑神经的生产一种脑神经传导物质，是吧？让它释放出脑神经传导物质，所以 endorphin、serotonin、dopamine、melatonin 这些让我们感到幸福的物质，都是神经传导物质，都是一些神经传导物质，是吧？所以呢，所以说通过这个磁场治疗让我们激活我们陷入这个沉睡状态的基因，是吧？让它生产出这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些幸福物质，所以让我们感到内心祥和。但是这个治疗呢，得经常接受，一周呢至少得1、2次。虽然副作用比电击要小，但是它最终还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最高的治疗是什么？就是爱，是吧？爱的治疗。那么抑郁症再严重，那么只要遇到爱，是吧？遇到心上人，一下子就会治好。想起那个人遗传基因就会怎么样？打电话听到声音也会怎么样？基因就会这样被激活，是吧？都会触电，说谁呢？知道吗？说我呢？遇到我妻子的时候就这样触电，是吧？打上电话就听到嗓音也会这样。现在怎么样？现在还那样吗？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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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现在也是一样。现在改口晚了。现在也是。啊，打电话听到闪音电话虽然不如过去那样强烈，但是还是在。哇，过去是这样，都是我们讲的，都是基因的问题，是吧？所以爱是一种力量，是以激活我们基因的一种生命的力量，一种伟大的能量，是吧？大家不否认吧？这种伟大的能量呢，是靠人类的这种手段、科技的手段，靠机器是无法制造出来的，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是吧？创造生命的创造主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呢，要信赖上帝，不但要信赖，而且要合理的、科学的相信，是吧？不是迷信、盲从。那么，通过这个电疗啊。电的能量呢？不管你信不信哈，但是，都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是爱呢，你必须得相信它，爱的能量你必须得相信它，接受它，感才能动，是吧？所以我们称感动，比如说，一个父亲呢，娶了一个新太太，这个小孩子看到后妈以后呢，觉得挺满意的。但是别人告诉他说什么？说你后妈不会爱你的啊，你后妈可赶不上你亲妈啊。这个后妈呢也非常爱这个孩子啊，一心扑在这个孩子身上。但这个孩子呢，但他不相信这个后妈会爱他，他孩子心里没有信心，那么他的生命呢就不会有感动啊。那母亲这个后妈再怎么爱他，这个孩子都不感动啊。他说我不相信你爱我。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呢就不会有感动，就不会有这个 endorphin， 他的基因就不能激活。有一天呢，天气很冷，这个孩子呢睡觉呢，把被子都给蹬掉了，蜷缩在那里啊，这似睡非睡，在那里发抖着。这时候突然有一双啊，夜深人静的时候睡进来，然后给他掖好了，重新掖好了被，然后拍拍他，让他睡着。啊，这种感觉让他十分幸福。他睁眼一看，
是他的后妈。啊，是他的后妈。啊，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子终于感受到了这个后妈是这样爱他，他感动了。啊，他是爱我的。这一瞬间是什么瞬间？是相，是开始相信他后妈的瞬间，是吧？从那时起，这个小孩子感到幸福了， endorphin 也出来了，是吧？当他相信爱的时候，是吧？相信有人爱他的时候，当你们相信上帝的爱，上帝即便再怎么爱你们，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就像手机再怎么给你拨电话，你只要关机的话是毫无反应的，是吧？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的基因呢，是为了激活呢，需要爱的能量，是吧？那么我呢，还需要什么？需要对这个为这个爱的信息呢感动，为这个爱的信息呢打开电源，是吧？敞开心门，要信赖他，这样才能接受他，才能有感动。啊，感动是双方的，不是一方的，是吧？尽管我在这样，现在目前我暂时在这种状态下，但是我相信我会好转的。这种信、爱、望，啊，这是我们生命的源泉，生命的力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吧？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生命的根本力量。嗯，生命的法则。所以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啊，我们的基因本身呢，是用碱基序列排成的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的语言文字，是吧？那文字呢要传达信息，这个信息呢要和宇宙的信息要互动，是吧？对好的信息做好的反应，对真善美的信息做好的反应，对不好的信息做不好的反应。大家知道条件反射，是吧？你们知道巴甫洛夫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条件反射实验。巴甫洛夫博士呢，领了一条狗，然后每当他敲一次铃的时候呢，这个狗呢开始就莫名其妙，他不懂这个狗这个铃声对他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主人为什么敲铃。那么，狗这样莫名其妙的毫无反应。那么过了一阵时间以后，再敲铃，然后每次敲铃的时候给他一个好吃的，给他一块好吃的，啊，你学小狗，啊，反复五六次以后，这个小狗呢，终于有了感觉了，啊，有了感觉了，啊，知道这个铃声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个铃声是有信息的，是一道信息，是吧？啊，每当听到铃声的时候，主人会给我好吃的，啊，是吧？是一道信息。当这个小狗明白了这个铃声对它的意味着什么以后，每当听到这个铃声，这个小狗就会产生 endorphin， 啊，东西还没吃到，啊，口水已经流出来，然后肚子咕噜咕噜乱叫，是吧？这个、狗感到很开心。所以浑身上下都为这个信息做反应，因为这个铃声已经有了好的信息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的身体，整个身体啊，尽管是物质的，是吧？但是它又是信息的，所有的身体这个信息啊，都为这个外在的信息和内在的信息做反应。我们把这种存在就是说是属灵的存在，我们人不光是属肉体的，同时也是属灵的存在。我们有肉体，有躯体，但是不光是躯体，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摸不到的属灵的存在在我们里面，是吧？这个属灵的存在呢，对宇宙的信息、生命信息做反应，与它互动，这也是一个物质，是吧？但它对什么做反应？对看不见的电波做反应，是吧？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人体也是一样的。我们身体是一个物质的结构，但是呢，它对这个看不见的爱呀、爱的信息做反应，对宇宙信息做反应。所以呢，慢慢，过一两天以后呢，这个狗啊，这个铃都不用敲了，只要提起这个铃，这个小狗就是、哎哎哎、很开心，是吧？为什么？
啊，他懂了这个信息，而且他知道，啊，而且他相信这个主人，你要给我好吃的了，我相信你。越信呢，越信相信主人呢，越这个他的这个基因呢就越能激活，所以大家需要信心，是吧？所以需要信心，3天以后这个巴甫洛夫博士呢，举起铃声，这狗就这样，哈哈哈哈，这样，摇头摆尾，敲完铃以后走了，这小狗呢一下就泄气了，是吧？什么开始动摇了？对主人的信心开始动摇了，是吧？哎，奇怪呀，今天我的主人，怎么光敲铃不给我好吃的呢？难道是我搞错了，还是我主人搞错了？可是将信将疑了。第二天，巴甫洛夫博士来，还是敲了一次铃。那狗呢，这个尾巴呢，摇的就不像以前那么欢了，是吧？是摇，不摇，是吧？半信半疑，眼睛，这个也变得很迷茫了。信心减掉了一半，所以他的反应也减掉了一半，是吧？就没有感动了。过了一天以后，巴甫洛夫斯再次进来，又提起铃，这狗就开始说什么？狗是怎么合计？不摇，尾巴不摇了，干脆就不相信了，已经，你又要骗我了，走了，狗这回就是气不打一处来了，所以巴甫洛夫博士呢，进来以后呢，敲完铃出去以后。就觉得主人在戏弄他，是吧？这个好的信息呢，就变成了坏的信息了，是吧？第二天，巴甫洛夫博士来了，刚要敲铃，这狗盯着主人，敲了铃声以后呢，这狗做什么反应？汪汪汪汪汪！可生气了，是吧？别逗我，别拿我开涮，你们看。同样是铃声，是吧？但是领悟的却是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信息做不同的反馈，好的信息做好的反馈，那些让我们感到幸福物质的那个好的信息，却变成了让我们产生肾上腺素的不好的信息，让我们生气、让我们窝火的信息，是吧？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绝对对信息做反馈的，是吧？对好的信息做好的反馈，对不好的信息做不好的反馈。这是真的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身体里头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出现这样那样的异常，这是不好的现象，是吧？这不好的现象是什么导致的？就是你们的心怀意念的对不好的心怀意念做反应，改变这个状态怎么改变？只能用好的心怀意念，你们的基因对好的信息做好的反馈，是吧？道理就这么简单，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去忽略了这个心怀意念，总是从物质的角度去寻求答案，什么摘除这个脏器，放入药物，是吧？但是我们的心怀意念却一点都没有改变，这样的话，癌症治疗以后呢，还会复发，还会复发，因为你根本的人没有变，是吧？对，首先我得改变，要做一个日新又日新的人。我的心怀意念变了，我的心怀意念是念兹在兹，唯善是图了，是吧？心怀真善美的念头，这个时候呢，这样，信心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科学家呢，最近呢，过去呢，信仰生活，对这个。对健康有益处，大家都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但是科学家们呢，现在完全改变了态度，甚至在这个 New 和宗教和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 Newsweek 这样的一本时事杂志的封面呢，刊载了这样的一个专辑。God and Health 标题就是神与健康，就是说宗教是一剂良药吗？为什么科学家们开始相信这种宗教的力量了呢？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啊，我们可以证实了，比以前更发达的科技呢，让我们能够证实出宗教与健康的关系，是吧？那些相信宗教的人的健康呢，的的确确比不信上帝的人的健康状态要好得多。你们相信什么？既然要信，你们就要相信真理，要追求真理。一旦追寻到真理，你们要确信不疑、笃信无疑，是吧？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啊，才会让你们更加坚强、更加健康，是吧？那么爱怎么地，是吧？我不管啊，这样的话人生就麻烦了。所以我们的身心呢 正心修身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基因才会正常的运作起来。所以你们相信正确的东西，不要迷信。你们来到这个讲座啊，在这个混作一团的这个世界啊，在这个真假难辨的这个世界里，你们要晓得什么是真理啊，要接受领受真理的亮光，敞开心门啊，接受它。那么这个讲座呢，就是为此而开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内心身心就会同时健康，就会发生变化，让人刮目相看。所以信心有多重要呢？我不知道你们周围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啊？Urine therapy 这个美国人不太懂，但是韩国人呢，就是尿疗法，是吧？喝自己的尿，病就能好，是吧？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一件事情。但是有的人真的喝了自己的尿以后，病真的好了。在网上，这些人做见证，说自己喝了自己的尿，什么癌症也好了，什么这个病那个病都喝自己的尿以后好了。他们说的都是实话。但是。从常识的角度考虑，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是吧？但是为什么会病好呢？喝了自己的尿病为什么好呢？因为他相信他笃信无疑，是吧？正是这个信心救了他啊，所以说信心的力量就是这么大。自己的尿自己喝下去，自己的病会好的话，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绝对没有根据的，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尿是从自己身体里排出来的，是吧？如果它是对你身体有益的话，那么排出以前就应该对你身体有益了，是吧？为什么非得出了以后才对你有好处呢？那是不可能的，是吧？但是人们呢，大家说这尿里面有好的东西，大家趋之若鹜啊。过去我不懂啊，这种迷信信的也堵成了，也会有功效的，是吧？所以人呢，对信心呢是这样的啊。做绝对的反应，是吧？信不好的话就完全被蒙蔽了。大家看，所以信这样虚假的信息也能奏效。如果大家信真理的话，那么大家的疾病、大家的问题是不是会完全得到解决呢？是不是？是吧？这些没有毫无根据的东西都能奏效的话，那么科学的东西是不是更会奏效呢？变得腼腆了啊，周围漂亮的姑娘多了，变得腼腆了啊。好了，这是非常让人吃惊的事实，是吧？过去我们讲这个熊胆呢是包治百病啊，就是熊里边的这个苦胆，是吧？熊胆，这个熊胆呢，过去我们觉得是这个中国还有这个韩国认为熊胆是可以包治百病，看600年前的这个医学记录啊，熊胆可以包治百病，吃了熊胆什么病都能治好。我们的祖先呢，他们留下的记录啊，肯定不是弄虚作假，但这个记录呢，肝癌、胃癌这个晚期患者都得到了，吃了熊胆以后都好了。那么，最近这个熊胆呢，却没有
听说这个吃了熊胆可以医好癌症的，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不同？因为这是信息，这是信赖。OK， 过去的熊胆呢是怎么得来的？是怎么得来的？那是什么熊胆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弟兄啊，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得了不治之症，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所以说，没有我的这个朋友啊，我活着也没有意义。所以我把他拉在车上，然后拽着他来到医院，来到汉城，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然后大夫怎么讲？他说：“哎呀，来晚了，没救了。如果要是有熊胆的话，说不定能救了一命。六百年前熊胆哪儿去讨啊？是吧？又没有枪，药店里根本花钱买不到，是吧？所以这个弟兄呢，我非常爱他，所以我呢。”我就要为他去两肋插刀，是吧？赴汤蹈火，为他去弄熊胆。就说，哥们儿，你等着，我去给你弄熊胆，我去山里去。这是不是冒险呢？得冒着生命的危险，是吧？山里有很多熊，很多野兽，又没有枪。我这个弟兄朋友怎么讲？说你不是死吗？凭你那个小体格，能斗过熊吗？你别去了。但是我怎么讲？我说我求天地神灵帮助我，弄炷香，然后求天地神灵，说我的朋友现在奄奄一息，现在只有熊胆能救他一命，求你给我送一条熊来，不是那个年轻的熊，而是一个奄奄一息的这个老熊，让我能遇到他。然后至诚感天哈，至诚之灵，天地神灵。猛感动，然后送了一个，没剩几天活头的老熊，让他遇到这样的熊，天地神灵让这个小海龟们，能够回到长崎母亲的怀抱，冲绳岛母亲的怀抱那样，这是可能的，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有宇宙的信息，宇宙的智能，是吧？所以一只熊呢？这样晃晃悠悠出来了，今天也不知怎么的迷路了，也不知应该是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稀里糊涂的就撞在我手里了，我看到他以后，然后也不知哪儿来的胆儿，抡起个石头，啪抛了出去，也没怎么使劲儿，这个石头正中面门，这个狗就被吓晕了。一下倒了，然后赶紧上去用刀呢，然后取出这个熊胆，然后一路拼命回到这个朋友那里，朋友身边。你们想想看，这熊胆是什么熊胆呢？这是朋友为他赴汤蹈火啊，朋友的义气啊、善良啊、善意啊、真善美，全部浓缩在这个胆汁里了，是吧？是朋友的爱。这可不是一般的熊胆了，是吧？如果这个朋友吃了这个熊胆不好的话，那真是没得救了，是吧？所以他吃的不是他医病不是因为吃了熊胆，而是吃了朋友的爱，朋友为他的朋友的这个两肋插刀的这种牺牲，是吧？吃了以后好了，现在的熊胆怎么样？今天的熊胆是不是猪胆呢？卖多钱？能够减价？太贵？讨价还价？这是不是那个养熊基地出了熊胆，又没有信赖，又没有纸，又没有信息，又没有爱，再怎么吃也不会有效果，是吧？所以熊胆本身效果是微乎其微的。那么熊胆里边的什么？熊胆里边的信息，爱，这种爱的信息才是真正让我们得以医治的力量，是吧？所以基因是对信息做反应的，是吧？所以我呢，对心怀好的意念、真善美的意念，是吧？念兹在兹，为善是途，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
根据医生的说是没戏了，那真的就没戏了。有些癌症患者，可能自己不知道自己身上有癌症的话，可能还活个几年，但一旦被诊断以后呢，就活不了两三个月。这是什么？信心，这种绝望带来的可怕的结果。大家知道基因对信息做反应是吧？大家看，这是病毒是吧？病菌，那么这是白血球。白血球伸出长长的触角，然后抓住这个病毒，是吧？在你们还不知不觉当中，在你们的无意识状态下，你们连病毒进入你们的体内，你们都感知不到，是吧？如果你们能感知到的话，那你们就神经兮兮的了，一个个变的，是吧？在不知不觉的这种现象啊，这种状态啊，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啊，才会啊。所以说，当你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所以呢，这些意志呢，不是靠我们的意志，是在无为无不为的状态下是神为，是神用，是吧？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的这种创造主的大能，是他来医治来在我们身体里，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行了这样的神迹，是吧？为什么在睡眠状态下这种功能会更活泼呢？正是因为我们睡眠状态，我们可以完全放下我们的成见，放下我们的欲望，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才能最大的无为而无不为。所以说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相信这种上帝的神无为而无不为的时候，最大限度的让上帝用创造生命的他的手在我们身体内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健康。当我们明白了这样的存在，真正知道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幸福，是吧？所以，当我们真正晓得真理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幸福。这样的这个讲座应该开上个10天半个月，这样大家才会就从身心上完全有一个转变，完全有个转变，是吧？大家思想念头都会有完全的转变。还有大家看，结果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旨意，是吧？不是我的信息。大家再一看，你看这些 T 淋巴的在攻击这个癌细胞，这也不是我的旨意，是吧？我不懂的。大家再看，基因对信息做反应，是吧？所有的生命都对信息做反应，对宇宙的信息，对上帝的信息做反应。大家看，你看这些果蝇们这些行为模式也不是他们的旨意，是吧？不是他们编的生命程序啊！大家看，这是一个非常 Science News 科技新闻，这是一本非常著名的一本科技杂志，是吧？这是美国亚利桑那州沙漠里生活的一种小鼹鼠。这个响尾蛇是这个鼹鼠的天敌，非常喜欢吃。那么一旦被这个响尾蛇咬了，这个鼹鼠就是一命呜呼。今天呢，被响尾蛇咬了一口，却好好的，反而它要咬响尾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呢？咬了不死。被咬了却不死，那理由很简单，这个鼹鼠里面有什么？有可以中和蛇毒的一种抗体了，有这种物质了，是吧？平时没有生产的这种物质生产了，因为这个生产这种中和蛇毒的物质呢，被激活了，当它需要的时候被激活，然后产生出来，创造者用生命的气息激活这道程序，什么时候需要这个？激活这道程序呢，就是在哺乳期间育养幼子的时候就像这个国家地理杂志还有有很多很多这个非常让我们不可思议的这些场面，就是熊啊，这个雄性的这个熊啊，这个体格要非常健壮，这个雌雄呢根本打不过雄雄，是吧？雄性的雄。
体格健壮，力大无比。但这个雄，雌雄这个生了幼子以后呢，雄呢就是害怕雌雄了。当这个雄雌雄性的雄想要吃这个幼子的时候，这个猛兽经常的就是去害对方的这个幼子，是吧？那么，狮子呢，经常咬死自己的幼子，咬死别的这个狮子的幼子。那么死了以后呢，这个雌狮子呢，就会爱上这个咬死自己幼子的这个雄狮子。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奇怪的，是吧？这道生命行为程序也是很奇怪的。熊是不是这样的？熊呢？这个雄性的雄啊，根本无法加害于这个幼子，因为有母亲来保护他。平时呢，根本就打不过的这个对象，但是他却很有勇气的这样跟他抗争，雄性的也这样跟他这个较劲，雄性的雄这样，雌性的雄这样跟他较量。后来呢，这个雄性的雄啊，就慢慢就退却了。今天我怎么了？今天我怎么这么害怕呢？然后这个雄性也不知不觉的就逃跑了。为什么？这也是基因在做作用。让动物感到恐惧的这种物质，这种物质不出来的话，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就，没有害怕的心理了，是吧？那么雌性的雄生了这个幼子以后，你要保护它，所以上帝呢就让这个雌性的雄暂时停止生产这个生产，让它感到恐惧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功能，这个物质不产生出来，它就没有恐惧感了。而雄性的雄呢，让它多分泌一些让它感到恐惧的这个物质，激活它的这个基因。所以雄性的雄呢，就感到突然，怎么打不过这个女人了，是吧？而雌性的雄呢，就是我怎么一点都不怕它了呢，是吧？这都是基因在调节，是吧？是宇宙的生命信息在调节，所以自然界啊，有一个生命信息，创造主在主宰着这一切的平衡，所以说天地一大中庸，是吧？大家再看，就说深水里啊。海洋里的36省，就是科学家啊，对这些我过去没有认识到的这些让人惊讶的这些发现呢，都刊载在这个杂志的封面上，作为标题新闻，是吧？大家看啊，这个是生活在深海里的一种是 changing sex in middle seas，在海的中央和深水区啊，这个小鱼儿是个变性鱼儿，是什么情形呢？这是个雄性的小鱼儿。这个雄性的小鱼儿啊，一只雄性的小鱼儿，率领12只雌性的小鱼儿，我非常尊敬这类小鱼儿，我妻子要不在的话，我可以再讲点别的内容，是吧？我们呢，一个就让我们焦头烂额了，焦头烂额了，是吧？而他却能。率领12个老婆那真是太大的本领了！我真的向他们学习学习，取取经是吧？这些小鱼呢，生活在珊瑚虫中，所以科学家们把这个小池雄鱼啊，就隔离开了，抓了去。那么剩下那12条小雌鱼呢？其中的一条呢，在72小时之内呢？就要变成雄鱼，要变，转变转性的话，得什么？只能转变遗传基因，是吧？转变基因，谁的旨意？谁的旨意？是创造主的旨意，是宇宙信息的旨意，时时刻刻在维护着所有生态的平衡，维护着天地的中庸，是吧？在这种大的中庸里头，大的平衡里边，我们生存着，是吧？我们相信这种力量的时候，相信这个信息的时候，创造主更容易的进入到我们里面，
啊，来维护我们的啊中庸，维护我们的均衡，其结果就是身心的健康，幸福的生活，是吧？啊，这是非常啊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大家看，所以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像那些抑郁症患者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毫无意义啊，在生活当中找不到意义，是吧？大家再看，也是个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在美国啊 ，Snowden 非常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呢，进行了一组老年痴呆症的对比实验。他的对象呢，研究对象是一群修女。这个科学家呢，在观察修女的生活模式的时候呢，有的修女呢，在不到50岁呢，在50岁初期呢，就患老年痴呆症，有痴呆症的症状。而这些修女们呢，年过七旬，但是她们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一点的老年这个痴呆症的症状都没有。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这个能够导致这些现象的这个要素啊，都进行了对比实验。修女的生活很简单，他们有没有什么公公婆婆呀，也没有什么小姑子、小叔子是吧？也没有丈夫，生活模式很单纯，但是他们的结果呢却不同，他们相同的信仰是吧？生活模式也很接近。最终啊，斯诺登博士呢，最终下了一个结论。那么导致他们这种不同结果呢，只有是他们的心怀意念，他们的内心世界的不同。那么怎么样才能窥视他们的内心世界呢？所以他就提建议，让兄弟们把他们的日记本呢提供给他看，过去10年、20年记录的他们的生活给他看。所以这些修女们呢，就是心甘情愿地把他们的日记呢提供给科学家，让他做实验。那么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事实：那些很早就患这个老年痴呆症的修女的日记本呢，几乎都是空空的，写了几句都是什么？都是说啊，我的生活毫无意义，我感到孤独啊，虚无啊。这样呢，这些年过七旬还很健康的这些修女们的日记本呢，说是我今天遇到了谁，我又帮助了谁，我非常喜悦，非常感激。日记本里记得密密麻麻的，我天天和上帝交通，我感谢主，这样的真善美的信息啊，在他们的日记里边洋溢着，所以大家从现在开始的生活，大家要知，都是信息在决定着，是吧？每一道信息都要是真善美的，要真实。无论怎么样，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是吧？不要把自己想成是一堆肉，做什么都不会有意义的，不过是行尸走肉嘛，那还有什么意义可讲，是吧？但是呢，大家是信息，宇宙信息的体现，是吧？是道的彰显，所以真理啊，信息的本质就是真善美，性爱望，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说你爱我，我爱你，己所欲施于人，这样我们生活才像一个天国一样，我们的人生才会有意义。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才会有意义。所以呢，所以这个患有这个痴呆症的患者的这个大脑进行了切片，发现呢，这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这个大脑的切片里发现了这 presenilin 的物质，
他们的大脑切片里发现了一种 presenilin 的物质，这种物质呢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患者自己的大脑生产出来的物质。这种物质是什么呢？就是早期老化物质。早期老化物质，就自己的大脑催促自己的脑子早一点这个衰老的物质。我自己的大脑啊，让我自己的大脑催促自己的大脑早点衰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基因对信息做反馈，那么自己心怀什么样的念头呢？心怀说："哎呀，我没有用啊，我不想思考啊。"那么你们的大脑呢，就会做这样的反应，是吧？就是我们的大脑都不想工作，都不想思考，那我们脑细胞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是吧？不是外边的物质来杀死我们的脑细胞，而是我们自己的脑细胞在杀死我们自己的脑细胞，这也是一种自杀。我什么都不愿意想，什么都让我感到厌倦。那么你不想思考，那么你的脑细胞呢就没有用处，是吧？所以说我的信息呢，就是脑细胞没有用的这种信息，所以基因就会说："哎，我们的主人呢，他懒得思考，凡事都厌倦。那么我们也歇菜吧，我们也没必要生产新的脑细胞，我们这些脑细胞赶紧的下岗吧，早一点歇菜，帮助主人吧。"成全主人，所以生产出这种早期的老化物质，是吧？所以说这也是一种自杀，是吧？就是消无声无影的自杀。所以你们的心怀意念是这样的重要，是吧？所以你们要用宽恕来代替仇恨，要用希望来代替绝望，是吧？要用爱来代替憎恨，大家要想真正的这样改头换面的话，我自己做不到，我自己做不到。但是创造我的细胞，赋予我信息的这个生命的创造主，他能够做到，是吧？我要承认他，相信他，信靠他，这个时候，我才能从绝望里走出来。重新拥有希望。你们的父母来到这里，他们的癌症能够在这里得到康复，从绝望的状态在这里，他们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希望，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所以呢，他们得到生命的气息，得到了性爱望真善美，心门敞开了，然后再慢慢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这样他们的病就得以恢复，是吧？这样的奇迹屡屡发生，是吧？所以呢，我们经常讲惊奇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是吧？这种生命的奇迹每天在我们身边发生，每天在你们里面发生。我希望在你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们能够接受上帝的真善美的信息，每一天都能经验这种生命的奇迹，找回身心的健康。